喂喂，是卢台长吗？是，哦，太幸运了我，我刚才正在念那个准提咒，我想问一下50年属虎的。50年属虎的。对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是我公公。哦，他身体很不好，身体很不好是吧？他的精气神严重不足，那是不是他身上有灵性呢？有，一个瘦瘦的，一个瘦瘦的男的。瘦瘦的男的是在他身上。那么，对，那么要念多少小房子呢？79章。要79章啊。那这个男的是谁知道吗？我怎么认识啊？他家里的人我怎么认识啊？瘦瘦的，长得有点像，长得有点像宋小宝，宋小宝，演滑稽的那个，演那个北方滑稽那个宋小宝，你去问你，好的，你去问你那个公公去就知道了，你问有没有这样一个男人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卢台长。